疑大家。Hello， 刚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晚安。Hello， 吐司吐司。Hello， 跳跳。谢思源的魔法棒。嗨，晚安。Hello， 桃哥。Hello， Jesse 九九。杨雄晚安，哈鲁娜，阿鲁娜奇，谢谢小梁的我来签到 ，Hello 后影 ，Hello 洛克 ，Hello 家居 ，Hello 小贤，调一下这个。好久不见，哎，等我一下，谢谢 Roman 的魔法棒 ，Hello 西恩 ，Hello 卡丘 ，Hello Red。Hello， 数学课本。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刚刚发生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以为我拿了我的电脑，然后。我准备好之后打开来看，发现这不是我的电脑。谢谢 Gag 的香槟，然后瞬间就去找我的电脑，幸好我很快速的找到。Hello 阿正，昨天很累吗？昨天超累，我现在腿是酸的耶。但我昨天我不知道哎，就那种乳酸堆积感，昨天回家就很酸了，那真的很累耶。而且你们到时候看就知道了，我觉得滑雪好难哦。有欸，有腿软的感觉。我觉得滑雪怎么会是一个运动？它应该是一个极限运动。Hello， 开心。Hello， 秘书。我平衡力强吗？我觉得滑雪不是对拿到程序员的。谢谢益生菌的香槟，谢谢益生菌的香槟。我觉得滑雪不是一个平衡感，是平衡感吗？我觉得不是平衡感欸。我们滑的是那个单板，我们不是滑两只的。那个有，它有一个名词，我忘记是什么。我们滑的是，就是一个板子的，对。对，之后溜冰有帮助。对，好像是哈。Hello， 什么腰力很重要？你没有玩过吗？单板。刚开工来这么详细，对啊，它其实很可怕。然后其实我一开始看到那个内容说，哎，去室内滑雪，我一开始以为我们要去一个有雪的地方，然后会很冷。哎，我今天好黄哦，为什么？瞧一下，我今天怎么那么黄啊？瞧一下，对我以为是这样子，然后我以为会很冷什么，然后我还穿外套。结果我们去的地方就是一个练习的场地，对，跟溜冰不一样，因为你们知道溜冰场会很冷嘛，对。Hello 坤坤 ，Hello 保罗 ，Hello 风亮 ，Hello 盛汉 ，Hello 乖乖 ，Hello 博伟，对啊，就不冷。Hello 阿平 ，Hello。没剪头发才绑马尾的吗？没有欸，因为我绑马尾是因为我想说滑雪感觉披头散发好像有点危险，不太好。谢谢洛克的香槟，谢谢洛克的香槟。Hello 丁满屋 ，Hello 伟霆，对啊，溜冰，可是我也不太会溜冰，我也不太会溜冰。它虽然造景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它的设备是还不错的，就是它有一台很酷的机器，可以让你模拟那个滑雪的感觉，对，是蛮专业的，真的。因为其实讲真的，如果你想要滑雪，就是一定是去国外滑雪嘛，因为台湾没有地方可以滑雪。那如果可是有些人他可能去国外滑雪，他没有时间学啊，所以他必须要在一个模拟的场地去学，对。所以我觉得这场地还不错，不过要滑雪也是要很久之后了，台北有这种场地，对呀、啊。如果你们有人想要滑雪，未来想要滑雪，
你们可以去那个地方练习，因为我觉得滑雪真的很需要练习，没有在骗。我觉得我去日本滑过吗？我只有滑过一次雪，我在韩国的时候滑的，然后那时候我超级小，我国小吧，所以我根本忘记。哦，谢谢博成送我千变怪，这是什么？千变怪是什么？谢谢博成送我千变怪。对，我已经忘记这跟室内冲浪哪个比较难。嗯，哇，我觉得各有各的点呢。嗯，我觉得室内冲浪还是难一点，没有滑雪也很难，两个差不多哎，很难，真的很难。我觉得滑雪有一种，因为这样讲好了，我觉得以场地，如果是室内冲浪跟那个滑雪场来说，我觉得冲浪比较不可怕。因为它就是那样子，可是滑雪是从高处往下滑，就是那一瞬间的心理压力要去克服，就是因为我们滑的是单板嘛，所以你只要两只脚都站上去之后，你就会开始滑，然后你就会开始滑下去了，就是你需要去，对，我昨天去录预想前看，就是你只要脚一站上去。就是后来我们有学哦，原本是蹲着嘛，然后我们要瞬间起来，直上直下的起来之后就开始往下滑，所以那是一个很，有时候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因为很高嘛，然后你会觉得速度会不会很快，你会不会滚下去，你会不会怎样？对，然后很容易摔，因为怎么说，跟人体有一点关系吧，就是它有一个，反正你们到时候看节目就知道，就是假设如果你一不小心重心往前了，你就是往前扑。对，但是因为我们有那个就是保护屁股的，我们有那个那叫什么，就是很护具，保护屁股的护具，所以呢我们就只要跌倒，我们就是往前，我们就往后坐就可以了。对，可是我觉得滑雪真的很难欸，不骗，真的很难欸。我想说为什么就是有雪的国家的人这么会滑雪，他们应该也学很久了，比室内冲浪累，我觉得比室内冲浪累。Hello Sam， 昨天我坠落，我觉得我没有坠落哦，你们到时候看一下就知道。我觉得我没有坠落。哎，我觉得护屁垫哦，护屁垫好难听哦。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棒哎，我在想说我们溜冰是不是也要买一个啊？可是溜冰比较不会用坐下来的方式，我觉得溜冰的话感觉是这边就是护手腕的这边，因为如果你坐下来，感觉膝盖跟护手腕这边比较需要。对，你们看就知道啦，到时候看就知道，看就知道谁最弱。Hello 空空，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谁最弱，我觉得大家都表现不错啊。溜冰要保护关节，对，溜冰要保护关节。然后滑雪真的就是坐下来，你就是怕的话，你就坐下来就好了，因为。就是想着有屁垫保护，护屁垫保护你。我重心稳喂，都不知道是称赞还是不是称赞嘞。我重心很稳吗？我重心有很稳，我重心好不稳，重心太不稳。Hello 罗和 ，Hello 数学门口中的柑橘，滑雪可是我们有问啊，就是如果你真的去雪场滑雪，如果你是在软雪上面。是不会痛，可是你如果是摔在就是有整冰过，就是他如果有整理过的话，其实还是会痛哎。滑雪其实会痛，而且我觉得滑雪最痛苦的一点是外面很冷哎，就是为什么要发明这个极限运动啊？就是外面超冷，然后你还要去滑雪，就是好痛苦哦。对啊，但是我当然我觉得。到时候如果看到雪又是另一回事，因为看到雪就会有一种那种你知道那种怎么讲，少女心吗还是什么，就是看到雪就有一种融化，会融化。对，看到雪一切都不一样，就是再冷的天气看到雪都很兴奋，尤其是我们其实台湾这种地方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不常看到雪，人生还没看过雪。我有看过雪，我是在什么时候看过雪？我是去韩国的时候有看到雪。对，去日本有看到雪吗？我忘记了，有点忘记了。可是我没有遇过那种超级大雪。对，对，看到雪真的是一瞬间觉得
融化，心情融化。山壁结冰听起来蛮酷，融雪哦，对对对对对，我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有看过一个就是一个写说，就是因为融雪的时候会释放，这是一个是这是那叫什么？这是化学还是物理吧？就是水的温度，冰的温度跟水的温度是不一样。哎，你们记得吗？那个水是几度啊？是四度吗？我有没有错？我有没有记错？是四度吗？自来水？哎，我也忘记了。你们有人想？你们有人记得？你们有人是这个科系的吗？融雪会吸收热量，融雪会吸收热量，冰融化会吸热。所以其实下雪的时候不会，对，是四度，对不对？我竟然记得，我太强了，我太强了吧！融雪要吸热，所以会更冷。对，融雪要吸热，密度一的话就是四度。我竟然记得，谢谢 Daisy 九九的真情告白，谢谢洛克掌声鼓励，简直奇迹！你看我国中多认真读书，就这样，国中读的书，我国中真的是拼死拼活读书，所以我国中读的书我都记得，对。温度升高，融化需要吸收热量，没错，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所以其实下雪的当下其实不冷，可是你开始融雪的那一天会超级冷。嗯，记忆什么记忆力还行？你要想过多久了？哦，是化学是不是？应该是化学。谢谢瑞龙的掌声鼓励 ，Super Idol 是105度。哎呦，这个蛮好笑的哦，林果。哎，怎么被我蒙到？我是真的知道，我刚刚收集了我的记忆卡记忆体。收集了我的内存记忆体找出来的，对，我这个不是看电视吸收的，我这个是看读书吸收的，我真的是读书认真读书的后，不是认真读书的后果，不是认真读书的成果，对，认真读书的成果。Hello 兄，内存还没被写啊？对啊，因为考试嘛，努力背努力背就不会写哦。恭喜孙志门口中了钢琴三级，谢谢孙志门口中了钢琴续费一个月，谢谢，恭喜成为大胸膛。我觉得 Google 比较你，哎， Google 跟记忆从自己脑海中讲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哦。跟龙雪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就突然想到，突然想到水是四度。Hello 吐司吐司 ，Hello 燕 ，Hello 开心。学校对我是很久以前的事，是啦。欸，话说我其实我前几天不是快筛吗？其实我有拍影片，对。Hello 小薰，但我后来发现影片太没内容了，就是我妹都把我的画面都po完了，已经没什么重点了，所以后来就想说那就大家看我妹现实动态就好。谢谢数学课本的真情告白，谢谢数学课本的真情告白。搓会痛吗？会痛吗？我觉得不会痛，不会到痛，可是是不舒服，就是难受吧，就不会到痛，就是很难受。对啊，然后不行，那太有时候太丑，要为我自己留一点形象。我把整段放下，整限动只能15秒，哎，整段超过15秒啊！而且我觉得其实重点是就是。流眼泪才是，流眼泪跟打喷嚏是重点，痛不痛倒是还好哎。谢谢开心送我要我好看，谢谢开心送我要我好看，哭得很好看，谢谢开心的要你好看 level two， 就是因为你真的出到那真的会那个怎么说，真的是止不住的泪哎。无聊没有看，不是啊，重点是我妹把精华都发完了，这不是我无不无聊的问题。晚安福福猫 ，Hello 高高 ，Hello 平平。哎，为什么我今天这么黄啊？我瞧一下，这样有变白吗？这样有没有变白啊？我今天也太黄了吧？不舒服，就是对啊，不舒服。谢谢高高的枫叶。交流世间变白了，对啊，哎，我今天好黄哦，我有变白吗？有一点变白了。这个灯很难掌握哎，我今天明明穿黑色衣服啊，我没有穿蓝色衣服啊，没有啊，真的有是有影片啦啊，我妹都 po 完了，你们要看，你们就看我妹 po 的就好了，你们就因为那个影片真的大同小异，真的大同小异，真的没啥重点，你知道吗？你要高清错别字，不行不行，你们只能看这样子。
谢谢漂流时间，不然我怕太丑了。左脸白右脸黄，假的？难道我是一个什么神奇的生物？这样呢 ？Hello， 班委晚安。Hello， 柠檬姐姐。不不不，我要为自己保留点，我要做点形象。谢谢亮的一封信。你要很真的太丑怎么办？我没有说要发文，我说发影片呢、欸。现实动态啊，现实动态也是影片啊，我哪有骗你们啊？不可以，不可以这样那个，这样子定我罪。对，毕竟还是偶像。你只看我 IG， 哇，这是什么？谢谢 Sam 的超人宝宝，谢谢 Sam 的超人宝宝，好酷啊、哦！谢谢 Sam 的超人宝宝。谢谢剑骨的枫叶，有特写吗？没有，我没有特写，我一镜到底，只有一个镜位，没有特写。谢谢 Jessie 小小的啾啾牛，哎，你们怎么这样讲啊？你们有看到影片啦？我跟你们说真的，哎，我没更新浪，我没更新浪吗？我不知道哎。IG 限动，哎，我让他发哎。我跟你们说，我真的跟你们说，那个影片就是怎么说，后面都是在裁剪。就是裁剪，然后前面啊效果不太一样，真假的？我没更新浪吗？然后那个前面呢？前面就是一直在戳鼻孔的画面，是一模一样，跟我妹PO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效果应该会跟着主播，真假的？那是什么效果啊？我没更新吗？这样你不能交代，你叫他去看我妹的，你叫他去看我妹的现实动态。我住的只是风，没有啦，我还有一点考量。我想说，我们要认真，我们要慎重看待这个快筛的事情。但因为我把，其实我是认真看待这件事情，可是因为我这个人就很容易走歪嘛，我就很容易变邪心，因为我怕我太开心的在，就是我没有要做效果，可是不小心有效果的快筛，我怕那个大家会觉得我胡闹，我还是要认真一点。Hello 北原来是推 ，Hello 听过 ，Hello 郭洛，哎，是不是忘？你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是谨慎好不好？哎、欸，有我说，我本来想说可以教你们快筛，但我发现你们怎么可能大家都会看，大家都会快筛啊？谢谢北原的玫瑰，大家就是来看你胡闹是没错啦，但是是教学影片吗？我也怕我有做不对的地方哎、欸，等一下如果。有人发现我做不对怎么办？就说哎、欸，你这个步骤错了怎么办？你不会？你们真的有这么想看吗？想说要看你的学，真的假的？你们真的？可是我像在鼓励人去做快筛，是真的吗？我是可以，我想一下啦，反正我都剪好了，我真的是剪好，我音乐都上了。想看？你们真的想看？还是我现在手印给你们看？我现在用我的手机播给你们看。步骤错也来不及，欸，但我真的没有步骤错，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做快筛。行啊，我现在可以播给你们看。等一下，我找一下。欸，要怎么弄啊？怎么播呢？哎，没有音乐了，等一下，先找个音乐。等我一下，先找个音乐。好，大胸膛，好，今天只开放给大胸膛看。等一下，我先关一下我的通知，先开飞行模式。等一下那个。好，那就手印给大胸膛们。等一下哦。Hello， 勇哥。嗨，大家好，今天要来做快餐。哎、欸，怎么有反光？请
倾斜七十度。哎，你帮我看我这样倾斜七十度吗？这样怎么算？哦，自己看自己影片有点尴尬。等一下，怎么样才不会有反光啊？哇，好亮哦！哎，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通知关了没？通知关了，我开飞航，我怕等一下公司传什么机密讯息被你们看到，一定要看一下飞航。好，换另一边。欸，我跟你们说，我觉得我搓的超进去，我觉得我搓的，哎，等一下，刚刚是不是没看到？我刚不应该讲话的啦。好，我先安静，好不好？好，换另一边，换另一个鼻子。哦，还要再搓一次，好痛苦。哦，好痛苦，还要两边用同样的。转五次，然后大概十五秒，对，两边都要转五次。好了，结束。就这样，影片结束了，开始筛检。无聊，你知道吗？可是前面又很短，没什么内容，你知道吗？一、二，哎呦，粘住了，我鼻屎。三 ，OK， 好 ，OK， 十五分钟后到了，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检测结果。好的，给大家看，我的结果是。好，没了。哎，你不觉得很无聊吗？我是一红一白，就是白色那一条没有显现，阴性的话是 C 是红色。对对对，谢谢掌声鼓励。我没有另一条是不会显现颜色。谢谢小梁的掌声鼓励。然后它的筛检其实蛮复杂的，就是你筛完之后你要先放在那里一分钟。对，反正就很复杂啦。然后你放完之后还要再拿起来转，就是压一下它，然后这样转一转。对对对，但我觉得后面，因为后面其实说实在话，怎么讲，就是你去买的快筛试剂都会附那个医生的教学影片，因为我在想说是要用健康来形容吗？就是快筛是阴性是健康吗？还是就是我没有被传染，这样我没有感染，这样。对啊，就是很简单，就说实在话，真的有点废话。你觉得这一定要发，真的假的？你觉得这一定要发吗？两个小时变两八个小时，没有，我跟你说，只超过二十分钟之后就不准了。对，超过二十分钟之后检测结果就不准，那个说明书上有写。对对对，对，就很废啊！我前面只搓了几分钟啊，几秒钟啊。我搓了一分钟而已，妹妹把你剪比较搞笑，对，前面蛮有趣，对，后面就很无聊。可是因为我前面只搓不一分钟出哦，一分钟出头，疑虑的地方剪掉，疑虑的地方哦，我在想说，我这样会不会太娱乐，把快筛变成太娱乐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快筛是需要慎重的快筛的，这肯定发烧音，哪有发？怎么可能发烧音？这是一个两分二十八秒的废片，你不要跟我讲话那边哈。对啊，那个我跟你说，你知道吗？我一定要跟你们抱怨一下，就是我在戳进去已经很紧张了，
然后你们在戳进去根本没办法讲话啊，因为你在戳鼻孔，然后陈顺仁就会问一大堆问题，因为陈顺仁他没有看说明书，他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就在旁边一直问我问题。他一次慎重版本，但是慎重版本你们会想看吗？就是很慎重哎、欸，你们应该不会想看很慎重的，看鬼在里面心情会好吗？还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我就一直重播这部废片，对不对？一直重播，普通做的不是很好，是没错啊。但是你知道，就是这种怎么说？这种议题吗？还是这种题材、这种话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拿捏，你知道吗 ？Hello 玉洁 ，Hello 阿顺 ，Hello 小米，其实对啊，不知道怎么拿捏。好，反正你们已经看了，证明我有剪过，我证明我有剪过影片给你们看，哦，不是剪过影片，证明我是真的要健康部分剪掉，我应该直接被约谈吧？你说把健不健康的部分剪掉吗？我还以为那个要把那个快筛结果剪掉，想说不告诉你我是阴性还是什么，发吗？你们觉得发吗？你觉得还可以？我不知道，反正。如果只给你们有来看直播人看到，好像也不错啊。哎，我跟你说，这片不洗脑，那是因为我真的是，就是我把一些很，其实我把一些比较再搞笑一点的又剪掉了。对，那会有人关切，然后不给看结果会有人关切，不知道。可是你们都看过了啊，对吧？你们都看过了。Hello 安，快筛结果剪掉，我自己决定吧。默默，谢谢默默，只是轻松手法，没有乱来开玩笑，是吗？是没错啦，我是没有，我是很认真的在看待快筛这件事哦，没有搞笑。对，我觉得这部影片的精华就是这里。等一下，我看一下，这部影片的精华就是这里。等一下啊、哦！这部影片的精华就是这里。两边用同样的。这边最好笑，这边超好笑的。哎，我不止最后的拿说明书哦，我从头到尾一直狂看说明书，我在很怕我步骤做错，你知道吗？哎，不过可是我也不知道我真的步骤到底有没有做对，因为感觉就是很这种东西也是蛮就是，就算照着说明书做，感觉也会做错。对啊，就只剪这段出来。哎，主要是本人好笑问题，主要是本人就自带效果。的问题，对，你是觉得你长知识，真假？你长知识了，错了就再错一次。那这样我昨天去录音了没有？我告诉你们，我测验结果是阴性，不是测验无效，好不好？所以我测验结果是很 OK 的，我测验出来的结果是很 OK， 还蛮漂亮的，真的假的？是要严肃面对，对啊，就是要严肃面对。可是我就是有点自带效果，我就是觉得很苦恼啊，觉得苦恼。只看我的版本，剪后面花絮，后面花絮什么？你想要看快哭的那瞬间是不是？之后还要做哦，对，我之后还要做，我之后也都要做快筛影片的。我是认真的，我很认真在做哦。我看说明书一步一步做。Hello 微鱼 ，Hello 小鱼。对哦，自带效果。谢谢 Jessie99 的真情告白，谢谢 Jessie99 的真情告白，很有效。不是，我又怕太有效，你知道吗？我又不想太有效，然后又太有效了。可是，哎，可是我觉得只有第一次做快筛才会有这种效果，哎，就是，但这快筛不是一个中意的事情，就很难拿捏啊，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很难拿捏的事情。前面。我震惊的东西，我没有，我只有后面，我戳鼻孔，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就是很好笑，但我明明就是很认真在戳，你看我表情多认真，但我看起来就是很搞笑，
但我后面筛检就很认真的在筛检，以后还是要继续筛嘛。对啊，就规定说，每次录影之前都要有快筛证明才可以。对 ，Maple 晚安 ，Hello 二晚安，你们想看的话，我就播给你们看。没有了，那我再思考几天，我再问一下。只要有镜头在拍，就下一次变搞笑。我没有啊，我没有在搞笑啊，我真的没有在搞笑。每次我看那个时间点吧，好像有一个算法。对，我觉得是妹妹在旁边，败笔就是妹妹在旁边，是不是？要是妹妹没在旁边，我就会很认真，有没有？你觉得还不错？哇，我再想一下，再让我思考。一下，对 ，Hello 飞镖屋 ，Hello 嘎逼，做过一两次得心应手，对啊，差不多。可是我觉得得心应手是得心应手，可是就是戳进去的瞬间还是有点害怕。哎，其实我那天有想过这个，哎 ，IGTV， 我那时候想说还是我放 IGTV， 然后我不要开那个叫什么预览，你知道不要开预览的 IGTV 差超级多，因为你如果不开那个文章预览的话。IGTV 一般人根本不会知道你发 IGTV， 真的。Hello 船长，谢谢四好棒棒的玫瑰，谢谢四好棒棒的玫瑰。但是这样就很没有意义啊，就是那个浏览次数会少超级多。Hello 船长 ，Hello Tomo， 对，不连接那个，就是如果你不开那个短文预览的话，根本没有人知道你发 IGTV， 完全没有人会知道。然后如果你没有发现实通带通知大家你发了 IGTV。哇，那根本就查无此人，大家只有你们，就是各位兄堂们，因为各位兄堂们一定是有密切的关注我的，所以各位兄堂们一定会知道，就大概只有你们会知道，其他人就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谢谢嘎逼的魔法棒，哎，你要帮我分享出去，谢谢你，谢谢奇威 ，Hello 绿绿，限定一个礼拜我拿掉，对啊，也是可以，我要想一下，你心虚了，好，你是不是没有在关注我？直播粉丝福利，对啊，我也觉得给会来看我直播的人看我剪的影片也还不错，感谢大家陪伴我的生活，对不对 ？Hello 一帆 ，Hello 曾轩家 ，Hello， 对啊，你看只有你们看得到哎，所以下次不来我直播间，哎，这是不是一个新的方法？Hello 小红，这是什么新的手法？期间限定。首映会，今天首映我快筛影片，没有啦，主要快筛大家还是要认真面对，认真面对快筛这件事。Hello 人好，测试铁票多少？先去投一票才可以领影片的代码，我应该这么做啊？我错了，我应该说先去官网投一票才可以拿影片的网址。我错了，算了，没有，我才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大家陪伴我直播那么久，给大家看影片是应该的，对，我才没有要做这种事情呢。不过大家还是要记得去投票哦，对对对，你们大家还是要记得去投票。那么久没录影，感觉怎么样？感觉很既陌生又熟悉耶，就是很熟悉的感觉，可是又有点陌生，就是一个。有点陌生的状态，因为很久没讲那么多话啦，对啊，谢谢麦块的玫瑰，影片解锁功能，哎，虽然还有人用过这招，谢谢杨公公的魔法棒，大家有变胖吗？哎，我觉得大家没有变胖哎，我觉得我变胖了哎，我觉得我好像变胖了哎，我觉得我是不是变胖了？我有变胖吗？哎，我看一下那照片，我其实也没变胖吧？我有变胖吗？我觉得我脸没变胖，我觉得我没有变胖，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变胖，是大家本来就很瘦，对啊。我问体重计，我家没有我家有一个体重计，可是我家那个体重计超级不准，对啊。所以我就不喜欢量我家那个体重机，对。不是啊，我就走出去就会想说，哎，我到底出去外面的世界就会想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变胖？
你在宜萱李毅旁边，所以有那个错觉，你都变胖，他们太瘦了。投票解说体重，哇，这个牺牲很大哦。我想一下，会不会解说体重之后就那个不投票给我？Hello 开心 ，Hello Eric， 没有变紧哦，没有变紧哦，没有变紧，他很适当，对，还很适当。Hello 吐司吐司，我妹坚持你一五一，我没有一五一啊，我一五三，哎，我是几？我是一五三，对，我是一五三。消失了两公分。Hello 宝杰，我是一五三。Hello 黑流星 ，Hello 枕头，来不及了，耶、yeah, ！谢谢小黑黑投票。我想知道他哪里。谢谢萨鲁的枫叶。Hello 宝杰，他一五二，你一五一，他哪一？他一五三，我一五三吧，我们都一五三不好吗？大家一起待在一五三的水平里面不好吗？Hello 黑流星，谢谢开心续费一个月，谢谢开心大胸膛续费一个月，谢谢思源的玫瑰。哎，对对对，但我想讲一件事，想到了想到了，其实我觉得快筛还是自己做比较好，哎，真的真的，我强烈建议，如果你们以后要快筛看看的话，你们要自己搓比较好，对，自己控制比较好，就是自己比较知道那个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状况，就是自己比较好拿捏啊。就是当你觉得就啊不行了，你这样现在有点不行，你就先停一下，然后自己觉得哦可以的时候再继续。如果别人不然别人的话，感觉是就没有在管你，他直接吐进去，当然也是可以啦。但我觉得自己用比较好，对自己用比较知道个底，比较知道底在哪里，对，而且你自己弄自己痛，你也不能怪别人，对，可以放在影片之后。现在懂得帮别人，我觉得不懂哎，因为我觉得要看每个人哎，每个人，我觉得只会帮自己哎，我觉得帮别人好难哦，对啊，原本以为的方式啊，你原本以为是什么方式啊？啊，你们知道头要仰七十度，然后重点就是呢，不是往上，是往这边，就是这边就是有一个洞可以连接，好神奇哦！而且我发现，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的，就是我好像搓的很里面，你知道吗？别人搓啪啪 ，Hello 微如 ，Hello 大剑，哦对，不是往上哦，是往这里，就是所以有一个重点就是头要扬起来，一定要头扬起来，然后这样子搓的时候才会自动往下。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们，我觉得大家如果要买，可以用我买的那一个，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筛检的那个，那叫什么筛检的棉花棒吗？筛检棒比较长，就是比较好用。就是我知道还好，我听说有一种是短的，短的感觉会比较难，比较有压力。就是我觉得是。长的比较好，对，长的比较好用。如果你们要用的话，可以买我的那个。对，你也很怕，不会啦，是不会到痛啦，是不会到痛，就是一个难受。我觉得长的比较好哎，就是我觉得是长的比较好掌握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们要买，可以买长的。对，快筛医生戳到底，其实是真的戳到底，就是戳爸爸随意买的吗？我不知道欸，爸爸好像是随意买的，买那个比较便宜的那一个。对，水会从鼻孔喷出来。哦，对对对，水会从鼻孔喷出来。Hello， 龙的传人。对，所以水跟不是水，那个鼻子跟嘴巴有相通的洞。哎，真的很想打喷嚏欸，而且眼泪真的是，我那时候出完我就想说，哇，如果以后我要拍哭戏的话，我就准备一个。很长的棉花棒，然后往我这里戳。就是如果我以后哭戏哭不出来的话，我就先去快塞这样子，然后戳一戳就会跑出来了。真的哭戏真的这个很有用。对，戳鼻子，我跟你们说，真的是没办法控制眼泪，就会那个。哦，护士没弄到底。哦，我觉得这是。因为他可能要快筛很多人，所以他想要就是赶快帮你，
就是快很准的弄好。对，我也想到你聪明。哎，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不可以，不可以有这样子的联想啊！箭吐的时候从鼻子出来也太难受了吧？都会一直不自觉发出声音，你会发出什么声音，博弈？你会有什么声音 ？Hello， 澳门葡国，晚安。我是会一直想要，就是打喷嚏，就很痒，很痒，很痒的感觉。嗯。Hello， 小叔，奇怪的声音是什么？奇怪的声音？但他是。你怎么那么容易就原谅别人了？Hello， 秀仔，呛到结果鼻子都是……哎，你们怎么好像还蛮常呛到的？我是有那种，我是有一种，就是你们知道有一个，就是游泳，哎，不是游泳，就是玩那个滑水道的时候啊，就是有时候不是玩滑水道，不是冲下去的，最后会掉进一个水池里面吗？然后如果没有捏鼻子的话，你就你冲下去的瞬间，水就会往这边这样子，水就会往上喷上去。那边那时候鼻子真的超级痛哎，就是鼻子真的会很不舒服。所以我后来玩滑水道，我一定会捏鼻子，不管怎样，我一定会捏鼻子。那个真的是超级，就是那会不舒服一阵子。对啊，然后就会一直觉得鼻子很痛很痛很痛，所以就很不喜欢那样。所以后来我玩滑水道的话，我一定会捏住鼻子，就快到的时候我一定会捏住鼻子，我一定不会让它就是呛上来。对，超不舒服哦。对，可是很好玩，我也觉得滑水道很好玩。我其实蛮喜欢，我觉得滑水道就是一个你远看会怕，然后可是你上你就不要想太多，然后你走上去你就直接滑下去就好，根本不用想那么多，你就是滑下来就对了。Hello， 艾斯 ，Hello， 璇璇 ，Hello， Kimi，Hello， 国树 ，Hello， 呱呱，对啊，很刺激，喜欢玩滑水道。Hello，ONG，ONG， 让你再爱我，我不怪你。滑雪好玩吗？滑雪，我觉得滑雪，我觉得滑雪学起来会很好玩，可是还没学起来，没有，我现在会一些基本的。对哦，排队的时候最近啊，真的，你在排队的时候，那个谁，那个云霄飞车也是啊，就是你在旁边排队，然后一直听到那个轰轰轰的声音，然后一直听到别人的尖叫声。晚安，国树，你就觉得哇塞耶，感觉好可怕，感觉好可怕。可是有些游乐设施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你就上去玩，然后就进去之后你没有想太多，就直接开始，反而不会煎熬。对。有时候煎熬太久反而会受不了。面包忘记了。哎、欸、我滑雪不是没有学起来，我有学一些很基本，我至少可以站起来。对，我至少是可以站起来的，好不好？面包还有后续吗？谢谢 Kimi 的小鸡蹦蹦。面包目前还没有，要看那个指挥中心的怎么说，因为那个考试要看他什么时候要恢复办。对啊，所以目前还不知道。谢谢冰雨的玫瑰，丙级真的，我还没考，就是那个考试就是延期了。对，哎，其实我觉得延期超不好，哎，我之前有讲过，真的是超不好，我很容易忘记，哎。我们的爱遇见了对的，还记得乐天舞蹈吗？不要问，你会怕，拖越久越担心，真的。真的拖越久越容易忘记，就是我真的是有点靠短期记忆在就是做面包。那种考试我真的是用短期记忆在记，复办我当然忘了，所以就要复习一下，就是要复习一下。你延期到十月哦，现在哇十月好久哦，十月很久哎。很快就长回来，谢谢伟成的枫叶，是有基础当然比较好寄回来，可是就是会很希望，就是我觉得当下如果顺顺的就时间到了我就去考，我一定就是不用担心很多。对，
曲也不会记得。哎呦瑞，我要跟曲艺说，没有，我们昨天有聊到这个，我说哎、欸、你还记得什么做面包，我们互相聊说完了，我们现在感觉都忘记怎么做面包了啦，怎么办，可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考试。对啊，真的完全失去憧憬。对啊，真的，我跟你说考试不能拖，真的，现在选选的看好你哦。 Hello Ben， 考试真的不能拖，考试就是需要时间到了就上场考试。 Hello 将军，好，玉斗，再挑战一次。可是现在也没办法观众进场看比赛耶，现在也是无观众比赛。 Hello 大卫仔， Hello 鳄鱼，对啊，只能再学一次做面包了。哎、欸，你在说做面包还是乐天？一拖真的会忘记，真的会忘记。有要推出西雅考驾照计划吗？不知道，你们快去敲碗，快点！感觉他们感觉好像就是大家觉得考驾照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感觉大家觉得考驾照没什么挑战性，所以好像没有什么就是好像没什么就是有想要进行的意思，因为对他们来说驾照太简单了，怎么办？考不过更有效果，哎，可是考不过，有点浪费钱呢。谢谢 Ben 的真情告白，谢谢 Ben 的真情告白。我之前有想说，之前不是最近不是都待在家，我有想说要不要去考。可是最近驾训班好像有一些规定，就是现在驾训班好像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那个跟解封相关的政策，所以不能就是要一对一啊，然后什么什么就是。然后要数位上课什么，就反正很复杂了。Hello Geek， 驾训班是最近才开始开的，以前那个警戒的时候，驾训班也没有开。对，台北用得到车吗？其实我觉得用不到。Hello 123，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考驾照什么时候会用到，因为我觉得我爸不会让我开上路，我爸会觉得太可怕了。对。考驾照本来就是一对一吗？那是他说什么规定啊？他那时候新闻有说他有一个规定，哎，是不是场地只能只能一个人用啊？是不是这样子？爸爸考过，对啊，爸爸不会给我开啊，对啊。后面只有你自己，你说教练就会懒得理我了。哎，出国自驾旅游，讲到这个，你们知道，就像日本不是都，我们台湾不是左驾，日本不是右驾吗？就是。谁敢出去开啊？就是这个也太可怕了吧！就是换，我要换边呢，我左驾都不熟，我还要换右驾。对啊，然后那个谁，像我之前有一次去冲绳玩，然后我们就跟我爸跟我妈一起去。对，我记得那时候是一个，我那时候是什么状态？我那时候是好像大学的时候吧，然后。就是有便宜机票，然后我就跟我爸还有我妈还有我，然后我妹那时候好像学校有事情没办法去，对，我就跟我爸我妈我还有我叔叔跟我叔叔的老婆叫什么婶婶，我们五个人一起去，然后我们就租车嘛，就是自驾。我爸都觉得害怕，就是我爸刚开始开他都很怕，他好像说什么就是怕。好像会打错档吗？还是什么？我忘记他有讲一个东西，会一直有一个东西不一样，所以会影响车子要消毒。对啊，我记得是人数要控管。对，我们丢下他，因为他好像学校有考试还干嘛？他好像学校不能去。对，阿粉有驾照干嘛？阿粉为什么要这么厉害？阿粉为什么要有驾照？香港也是右驾。哦，香港也是右驾哦。原来是转弯，对啊，对对对，就是丁毛讲的这个转弯会进错车道，就是丁毛讲的这个，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这个。Hello， 分配，所以我爸刚开始开的时候就开很慢，然后很谨慎这样子，然后后来几天之后就熟悉了，其实我觉得蛮好，就是因为冲绳不是很流行自驾旅游嘛，我觉得自驾旅游还蛮好玩的，说实在话，就是可以自己想去哪。就是很方便、啊、然后又不用走很多路，就是玩起来还蛮开心，可是也只有冲绳比较适合吧。对，冲绳比较适合。他们期待我拿到驾照，他们根本不敢坐我的车，我开的车吧。他们敢坐我开的车吗？租摩托车也不错。真假？我没有 get 到这个。阿粉错了吗？阿粉太优秀，
哎，太优秀也是不错的。阿粉，而且阿粉又会画画，怎么有这么才女的人啊？又会画画，又会开车。其实我是很羡慕会画画的人。对啊 ，SSK 啊，梦想去北海道自驾游。关键就是诗雅要先学会开车，这件事情应该是有点难发生，而且还要开右驾，我真的是有点不敢。对 ，Hello 郑源 ，Hello 苹果猫，你也不会画画？对啊，没关系，我也不会画画。考到的是小迪，小迪会想去考驾照吗？我觉得小迪不会想去考驾照、欸，教练就放，那你们自己开。其实我自己觉得啦，我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就是我觉得开车比骑摩托车还要简单，是对的吗？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呢？你们怎么想？对，我觉得谢谢 Kimi 这个，我觉得开车比骑摩托车简单，因为开车就是一个操作机器啊，可是摩托车是一个平衡感的问题、欸，就是。摩托车什么都很简单，可恶，被呛了。骑机车比较简单，可是骑机车是一个平衡感的问题，就是平衡感会害怕。熟练的话，废话，熟练的话哪个都蛮简单。摩托车要平衡啊，摩托车你骑很快的时候不用平衡，可是骑很慢的时候要平衡啊。对，我会骑脚踏车啊，我会骑脚踏车。可是我说实在话，我也没有很会骑脚踏车，对，要有空间感啊、哦，真的，我觉得我蛮有空间感的啊。我玩那个，你们知道有一种手机游戏，就是停车游戏，就是它就是停车场的游戏。我也有一阵子超爱玩那个游戏，后来也是破关就没有再玩。就是很多车嘛，然后你要把那一台就是移出来。你们有玩过那个游戏吗？那游戏超好玩的，就是。你要把那台，譬如说黄车，你要把黄，然后周围都是绿色的车，然后你要把那个黄车移出来。对对对，哦，真跟真的挺差很多。不是不是不是，你要停进去哦，是你要把它移出来，就是空间概念，你要移来移去，然后把它移出来。对，哎，讲到这个，你们有没有去玩那个啊解谜游戏啊？有没有啊？最近今天更新了一个新的故事，哎，第一次跨上机车就会骑了，哦哟，无师自通哦，机车神童，你找不到，怎么可能？叫做 A E Mystery 啊，怎么可能找不到？你们有去玩吗？今天有更新一个新的章节，今天有更新一个新的故事，你们是玩？你觉得超难？你们是玩哪一个啊？有更新哦，是一个新的故事。对，你们玩，你玩到放弃，不用放弃啊，你就去看攻略就好啦，是不是 ？Frank， 有没有喜欢上？看完影片说明，我跟你说 ，Neil， 我也有这种时候，但是我不会纠结在这个点，就是我想不通，我就算了，我就过了。就是有些东西你想不通的，都是那种就是暗号码要解谜的嘛，有些东西我真的想不通。我就觉得算了，就是我比较沉迷在那些就是可能一些小游戏，益智的小游戏，就是你这边要就是很多，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去玩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我对那个，但那个要很专心玩，对对对，那个要很专心的去思考，真的真的，对，不会纠结，我会继续玩。对啊，我真的你也跟我一样，我真的就不用纠结，真的继续玩。我也觉得你现在在玩哪？你们现在玩了。哪一个最好？算了，跟放弃不是一样。不是，我跟你说，有时候你在一个点卡很久，你会渐渐对自己失去信心。不用纠结这小点。有些时候就是设计这个城市关卡的人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对，所以哦，圣石，我觉得圣石还蛮难的。其实，我觉得圣石就是。圣石不是被归类在初级吗？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哎，还是我升级了，是我本人升级了吗？因为我第一个哦 ，Trap Maker 我觉得很好玩。我第一个玩的是圣石，然后我那时候玩，我觉得圣石好难哦，就是而且圣石有很多小游戏是要蛮动脑的小游戏，对啊。然后可是我后面
我后面玩别的时候，我就觉得别的好像没那么难，就是，但有可能是我，可能是我升级了，可能是我自己变强了，是不是我变强了？你在玩圣石，通常一个故事有多长？哎，你们大家都跟我一样哎，我选的第一个游戏也是圣石哎，果然大家一开始都会选初级的来玩。对啊，圣石小游戏超难，我跟你们说，别的小游戏还没那么难，圣石的小游戏真的是有些我想超级久，就是有些你要滑很久。但是其实我个人是喜欢小游戏的，就是我觉得小游戏就是可以让你静下心，就有点像拼图吧，就是你静下心来你们的，哎，我想说，搞不好有人会想说，我直接要玩最高级的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说，就是小游戏会让你静下心来玩，然后想办法要破关，然后等到你破关，你就很有成就感。所以我觉得小游戏我蛮喜欢，对，那个要很有耐心，对，真的，我跟你说，吐司，我也是这个想法。我觉得圣石的小游戏真的太难，加鲁特晚安，圣石小游戏真的是。不用氪金，直接去 YouTube 找影片就好。等一下啊，我要充个电，等我一下。你超没耐心，你要不要培养一下你的耐心 ？Hello， 叮当鼠 ，Hello， 谢谢小薰的玫瑰。你们想不通的就去 YouTube 看前辈玩的攻略。哎，又要发钱，怎么又要发钱了？最近过年上次不是才刚过完？对，很耗费脑力哦。我觉得蛮要看你。像我觉得有些游戏我比较擅长，然后有些游戏我真的比较不擅长。对，没看提示完全想不到鸟所。鸟所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单元？不适合上班的人，我也觉得，我觉得是假日比较适合玩，就是需要一个完整的时间，就是一个沉浸下来，而且很容易，就是像我有时候也会玩一玩，突然有什么事情要去做，然后等到我再回来打开，我已经忘记我刚刚在纠结什么，就是我刚刚在思考的点是什么，就是你需要去思考，要连在一起，对。要好好捉摸其中的关卡，我也是会好好捉摸其中的关卡。假日你也很忙，这期就是大忙人哦。哦，根据他动作次数，哎，这个我好像自己解开了，这是我自己解开，我会开声音玩哎，因为他有些声音做的很棒，就是他有些特效声音都有，就是该有的特效声音他都有，所以我会开声音玩，嗯。Hello， 欢迎正式。哦，是不是他唱歌？哎，你这在哪一个？我大概知道你在说哪一个，我大概知道。希望你这么忙都没时间玩，可恶！为什么？声音不错，对啊，声音不错。我喜欢开音效。送客人办的活动什么意思？叫送客人办的活动，音效配哈？你玩了鬼屋了吗？吐司，我至今还不敢玩的单元就是那个。我看一下那叫什么？哦，圣石的，我也觉得圣石的设计很棒。我也觉得圣石的故事观蛮不错。哦，对，忙一点是好事，也是。我至今不敢打开的是这个约柜跟鬼屋狩猎，对，因为我觉得这两个看起来很可怕。你们有玩了吗？你们有活动，我们要去用哦。弟弟就，所以你家里也在工作，就是约柜。我觉得约柜超可怕，你知道吗？因为约柜看起来故事就很像恐怖电影。嗯，你说羚羊，你说约柜吗？我觉得约柜看起来超像恐怖电影，而且约柜还给你警告了，就是约柜还说，约柜就是警告你说这个主题很可怕，要小心，很害怕。至今不敢打开约柜，所以约柜很可怕。有没有玩过约柜？又是时候看看你这礼拜，我这礼拜玩的时数应该很还好吧？我真的假的？我会受不了吗？我会受不了玩的哦！真的假的？看起
来是玩哪关自选吗？还是要一关一关破天竺鼠车车？它是一个故事，就是你会跟着它的故事走，就是它是一个情节，就是你玩到最后会有点像电影结束一样，然后它还会有那个游戏设计师的名字啊，谁谁谁谁谁谁，对，很棒，就是一个跟着故事走的一个情节，一边看故事一边玩游戏，对。约会到底多可怕啊！啊，约会到底多可怕？可是你们这样说，我又有点想玩嘞。还是我叫我妹跟我一起玩，但我妹就不跟我玩啊。我看一下我荧幕使用时间。寂寞不痛。我要忘了荧幕使用时间在这里。我觉得我这个礼拜应该还好。对啊，这周那个玩22小时而已，这周的那个解谜游戏玩22小时，对，餐车只玩了55分钟，餐车已经叠下那个宝座了。对，你找一个人跟你一起被吓就好了。所以你有被吓到吗，吐司吐司？起码昨天，对啊，昨天一整天真的没有什么玩的。我跟你们说，我昨天真的是。就是录完影回家超级想睡觉，我觉得我真的是有累，不知道是因为滑雪很累还是怎样，真的是有累，就是回到家马上就很想睡觉。有工作真的有差，真的有差。阿伯桑感觉会帮我们制造很多那个尖叫声的音效，有没有感觉变得更刺激了呢？音乐很有气氛，所以就改去了。音乐很有气啊，所以你没有破完吗？吐司吐司，那我不开声音玩就好啦，我不要开声音玩，所以吐司吐司没破完。那个滑雪真的很累，我跟你们说，你们有滑过雪吗？滑雪是真的累，就是因为滑雪它的主要的动作是很像，就是很像你们做深蹲，你知道深蹲吗？深蹲是一个很有名的健身动作。但是它又不是真的蹲下去，它是卡一半，它是卡在一半的深蹲，然后就是要一直维持那个动作，就是会哦，你看到游泳池跟比基尼，恭喜，就是会一个就是坐久了滑久了，真的腿会抖，对，都会用心，对。然后那里会很贵吗？在台北滑雪学校，对对对，你可以去查查看。然后。其实我觉得滑雪有一点不适合我，因为滑雪是就是滑雪的动作修正，它只能一点点，就是它只要一动，就是譬如说你现在歪了，等一下先播一下音乐。譬如说你现在板子，就是你现在整个人歪了，对不对？但如果你要翘回来，只能压一点点，就一点点。如果你压太多，就会又转过去。需要身高吗？跟身高没什么关系，对。但它所有的调整都是一点点，一点点。但我很容易就是冲太快，就是我很容易一下就太多，然后又过头了，对。所以我觉得蛮难控制的，嗯。那么我觉得，但我觉得蛮好玩的，所以你们如果有想要体验的话，也可以去体验看看。现在没办法去国外看雪嘛。你就去滑雪学校练习滑雪。我太躁动，不是，是我比较，我个性可能比较，这种怎么感觉？就是我个性比较不谨慎，对，我个性比较不谨慎，就很就一下就是会想要，就是会没办法，要学会调节那个控制力，就蛮难的。对，那么亢奋，明明计划了，结果还是不能去。去国外吗？你要去滑雪吗？你应该很快上手。对啊，如果你们我急性子哦，对对对、啊，急性子，我真的是比较急性子，我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大辣辣，我比较大辣辣，所以我比较容易用力过猛，然后就会又超过了。对，所以你们我不知道，反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先看看这一集滑雪这一集的节目，你们就可以感受一下滑雪。对。晚安博成，对，要练习啦。滑雪是很难呢，可是我觉得滑雪就是
如果你不是专业滑雪的人，滑雪的重点就不是滑雪，滑雪的重点是雪吧，就是搭缆车跟看雪，其实那个滑雪的重点。对，后置赶工，对啊，应该是希望下礼拜可以上片，嗯，努力努力赶。Hello， 汤屋，大概练多久？我跟你们说，我们练了四个多小时吗？我们练了四个多小时哦，可是我们完全，我们中间都没有休息，我们一直练，一直练，然后我们完全不觉得时间过很久，就是我们很专注的在练习。可以带草莓果酱去滑雪？你说要一边吃草莓冰一边滑雪吗？就是时间过得超快哦，就是当你很专注在一件事上的时候，时间就会过很快。然后等到我们说，哎，老师说好，今天下课这样，然后我们才发现哇，已经过了四个多小时了，很夸张。对，可能不能吃雪，不能吃吧？你们敢吃雪吗？还是直接在地上滑雪？我是喜欢在地上滑雪，我就坐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啊，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滑雪板，就是从高处这样滑下来。我觉得我只要坐那个就可以了，对，就很开心，坐那个就很开心。第一次接触就溜那么久，因为拍节目嘛，拍节目总是就是要速成，看到一些成果，对，没有时间让我们一堂一堂来。那不能吃雪，不能吃哦。前面有迷路的那种滑雪板，我滑草哦，对，滑草也可以，我知道滑草也可以。芋圆跟番薯圆，跌倒的时候还是会吃到雪吗？雪不就冰冰的感觉吗？除非空气没啥污染，所以可能高山的雪水这样讲对吗？雪水。昨天场地只有工作人员和教练吗？对啊，昨天场地只有工作人员跟教练，没错。不过那个后面也有人来学，就是有学生来上课，所以他们还是就是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可以上课，只是就是他们要戴着口罩，就是老师有说戴着口罩上课蛮吃肺活量。对 ，Hello， 星期四的孩子不多事。你吃过雪？你吃过雪吗？先照镜子，好好看看你的脸。数到三，给这高山解冻水。那个什么，不是什么欧洲国家都会卖那种高山，就是那种高山来的水，然后卖超贵吗？都要上课，这是都要上课才能进场吗？还是可以去玩？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它是比较专业的。我觉得它是比较专业的练习场，就是它比较不是那种就像滑冰场，可能不会滑也可以去，感觉它是要上课的。嗯，它感觉是认真想教大家怎么滑雪。对，不过滑雪真的台湾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学吧。嗯，咖啡的同类，你的昨天在夕阳的热烧中渐渐毁灭。Hello， 顾怪。Hello， 暖风。对，滑雪前的教学，因为你不可能去到滑雪场才学吧？如果你去到滑雪场才学，你基本上那一天就只会一点点而已。对，对啊，台湾没有办法，台湾没有地方可以滑。以后要滑冰，我以后是溜冰。对，我以后要溜冰。哎，那叫溜冰吗？这个鞋到底叫什么鞋啊？就溜冰鞋吗？我们买的那个鞋到底叫什么鞋？滑雪是吗？我们滑的是那个单板，对，单板。心上台湾可以滑倒，谢谢顾怪的冷笑话。今早起床全身酸痛吗？我今天早上起床，我的大腿前端。超级酸痛，你知道吗？就是走路会觉得不要用力那种感觉，对，就有一种啊乳酸堆积。日本滑雪场你觉得可以上手吗？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我觉得，而且看到雪又会有兴奋感。
看到雪的话，那个情绪又会上来，然后就会很想很开心的玩。对，可是我最想的还是坐那个缆车，因为我没有坐过那个滑雪场的缆车。你不觉得很酷吗？我看那个电影啊，那个滑雪场的缆车是那个叫什么哎、欸？没有，就是很开放的空间呢、欸。谢谢宗颖的告白气球，谢谢宗颖的告白气球，是一个很开放的空间呢、欸，就是怎么说，就是一个对，没有栅栏，对对对，就没有栅栏，很可，我觉得很酷哎、欸，怎么会是这样子？对，风景很好，对啊，哎，可是呢，我觉得最可怕，哎，那我有个问题哦，就是呢，假设你坐缆车上去，那如果你滑不下来怎么办？就是，那你有别的选择吗？譬如说，就走路下来，走别的路下来，就是有没有别的选择？还是只有一种选择，就是你一定要滑下来？可是如果你不敢滑下来怎么办？就是因为不是坐上去就是去到很高的地方吗？可是呢，像我那天在学滑雪的时候，用滚的，你们不要乱说，这滚。滚最好是可以用滚下来。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滑雪，就是学滑雪的时候啊，就是不是山坡，是斜坡，是这样的吗？这样子。然后我在上段的时候啊，就会很紧张，因为上段很高，我在上段就会很紧张，然后我就会一直跌倒，一直失败。可是我到下面那一段距离那个平地比较近的地方，我觉得很 OK， 所以我觉得很高的地方会有种很大的压力。对，拜拜正恩，晚安。Hello 土豆 ，Hello Google。所以你们真的用滚的下来哦？你们有人有用滚的下来吗？坐缆车？哎，缆车可以坐回去哦。缆车可以坐回去吗？哦，不是，我不是在说韩国滑雪，我在说那个。我在说那个叫什么？我们那天学滑雪的时候，昨天啊，就昨天啊，昨天学滑雪的时候，对。Hello 玉安 ，Hello 小梁 ，Hello Killer。感情是偏执的。你想去雪里面滚一下，你记得要去松的雪哦。就是老师说松的雪才不会痛，如果是那种整理过的雪还是会痛。对，所以要选好滚雪的地方。Hello 陆克 ，Hello Cake， 但我没有做过雪人呢、欸，我人生没有做过雪人，堆雪人，感觉那种电影很常出现的那种场景，很想试试看。Hello Raku 啊，只能从头滚到底。其实在雪中滚也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毕竟在台湾没办法看雪啊，你去那个，你去可以看到雪的地方就会很开心。嗯，滑冰刀，哎，我有去你台湾那个小巨蛋那边有那个溜冰场，你们知道吗？我大概什么时候啊？国高中的时候有跟我朋友们一起去滑过，然后如果大家去玩是不是很贵？我不知道哎，这个要查一下。对啊，他是台北滑雪学校。对，我之前 Hello 卫星一直，我之前有玩过溜冰，我觉得溜冰超难的，就是我只溜过一次，然后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想溜冰了，因为我觉得我去溜冰好浪费钱，就是我只能一直扶着那个围栏往前走，就是完全就是浪费钱，我在围栏边绕圈圈呢，一点都不会想再去溜冰，真的。妹妹近期去过哦，真的吗？她有去过溜冰吗？我不知道哎、欸，她什么时候去溜冰的？去散步，而且最不开心的还是就是你在旁边努力的走，然后旁边就有很多滑得很厉害的人，一直滑来滑去，挫败感更强，就是让你更挫败。对，不是没法放开哎、欸，就是一个没法。就是没办法，就是不行，就是滑不起来。我觉得需要有人教，我觉得需要上课，就是需要教练。你们不觉得就是有时候教练还是很重要吗？就是你要无师自通还是有点难。
觉得被嘲讽，对啊，觉得被嘲讽。我真的是去走路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去完全浪费钱，而且溜冰又溜冰也不便宜。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以后如果要溜冰，真的不要约我，我真的不会去。对，我就需要一个会的人。对，谢谢 Daisy 九九的真情告白，谢谢 Daisy 九九真情告白。你等我三年，等你三年学好来教我。哎。而且真的，我讲到这我就想到那个，我完全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印象超深刻，就是我在旁边走路，有没有？只能扶着围栏，然后我就记得有一个小孩超会溜，他们那种可能都是有在学的，他真的超会溜，在那边咻来咻去啊，然后耍一些特技什么的，想说哇塞，你也太强了吧！然后在旁边这样慢慢走，就觉得。我到底为什么要来这边？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这边做这种事情？对，小朋友嘲讽我，小朋友应该没有那个想法啦。租来的鞋都很臭，那你可以买一双自己的鞋啊，就是像我们买那样。哎，我的那双跟那种冰刀的不太一样，冰刀是只有一个那个吧，不太，哎，是一样的吗？不太一样，对，所以不能拿去用。Hello, my sonobu, 完全不一样。哎、欸，不是，冰刀应该更贵吧？冰刀是更贵吧 ？Hello, 冰刀有在卖吗？我跟我妹说的话一样，我妹也说过这样的话。Hello, 光一，一种是冰刀，一种是对啊，冰刀应该蛮贵的吧？冰刀应该是，对啊，我觉得冰刀一般人不会。买这种东西吧，除了你真的有在学这个运动的人，对。对，我要去学溜冰，真的，不然我感觉好像花钱买一个装饰品不行，我要认真学一下溜冰。对。啊，碰到会受伤，申请国库，抓猴国的国库还有钱吗？冰刀，我觉得冰刀主要还是就是一定要有冰场才可以溜吧，这有点难吧，比较不实用，可能国外的比较有可能有机会。哎，但是你们就是我看影集，欧美国家的人家里真的都会有溜冰鞋，他们是真的会穿溜冰鞋的。对啊，冰刀很帅，可是冰刀你。我冰刀你不花钱学根本学不会啊，真的学不会。顺便这样，有我们有说好就是之后要一起去，可是我们还在看那个情况吧，就是看一下情况。抓火锅已经灭亡了吗？原来已经灭亡了，家里一定会有车库一样。对啊，场地太少，限制比较多。Hello Mary， 对，影集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看到我就觉得好羡慕，就是。他们真的因为那个西方的人的居住，他们比较就是社区嘛，然后每个人不是都有院子嘛，然后那个空间很大，他们是真的会在那个他们的社区溜溜冰的。我想说也太幸福了吧，美国车库可以创业，钢铁人吗？没那么多人在溜吧？对啊，没那么多人在溜，都在比冰上曲棍球哦。真的吗？冰上曲棍球是那种是这个一根的，然后这样咻来咻去。台湾马过马，台湾这马路就算了。台湾要去那个专业的地方滑。对啊，台湾要去专业的地方滑。不过滑板有一阵子真的很流行，超多人在玩滑板。顶楼可以溜冰，我是有点不敢去顶楼溜冰，我很怕，就是一个不小心就冲出去了，就掰了这样，会不会就掰了？其实应该是不会，可是还是觉得有点危险。你敢来？对啊，滑板还是要去公园溜啦。台湾马路极限挑战，遇到很多障碍物的极限挑战。对啊，有一段时间滑板超流行的。先不要，对啊，我等一下冲出去，撒尤娜娜，各位，先登出。谢谢杨公公的玫瑰哦，我知道女生
我知道有一阵子就是很流行女生玩长板，然后有些女生就是他们会拍影片，然后他们滑起来超级帅。可是我跟你们说，我有看过溜冰鞋的女生滑起来超级帅。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我跟我妹可以变这样双人技。之前我妹看一个影片，她就是两个人一起溜溜冰，然后她就有一个两个人一起做一些就是旋转啊，一些很酷的技巧。阿贝桑的轮子真的太漂亮，阿贝桑真的会舍不得吧？要我是阿贝桑，我就舍不得。对啊，我们也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做到那样子，努力好不好？努力。啊，滑板大部分要五六千呢，滑板这么贵，但溜冰鞋也是蛮贵的啊，对，都蛮贵的。是摆设，我也很认同你这个，是装饰品，就是很适合，就是有家里有一个柜子，然后可以打一盏灯，然后把那个溜冰鞋放在那里，很适合当装饰品。会交换穿吗？应该不会交换穿诶。对啊，我们应该是不会交换穿，不然我，对啊，不然等一下我给它弄脏了怎么办？我会害怕。真的只有他穿起来，真的，我那时候一打开就说，哇，这个也太阿贝桑了吧，我哪有香港脚？为什么有这种江湖谣言？我哪有香港脚？阿本也想跟我们溜冰，真的假的？一起啊！可是我们啊，溜冰哦，溜冰我先考虑一下。溜冰我可以去旁边坐着休息就好了吗？溜冰我可以溜完我再去吃饭吗？就是溜冰我真的还好，因为我不会溜冰。如果是穿溜冰鞋溜冰，穿溜冰鞋溜可以，可是我是去溜冰场溜冰，我可以坐在，我想坐在旁边玩。对，阿粉没有买，对，阿粉没有买，我想坐在旁边玩，不是在旁边玩，我先坐在旁边玩解谜游戏，然后等你们溜完冰，我们再一起去吃饭。对对对，我先不下去。滑草 OK 啊，滑草很 OK， 滑草很 OK。我要坐在旁边乘凉，旁边不是有那个休息区吗？我就坐在旁边玩玩手机。对，我先坐在旁边等你们，等你们玩完。哦，对，妈妈不给我们在顶楼溜，妈妈怕我们就会飞出去。对，帮忙顾东西很重要，帮忙顾东西超重要的。吹冷气真的，溜冰场冷气都很强的。我那边去那边还要带外套。去那边顾包包，帮他们拍照。我跟你们说，太需要有人拍照。谢谢林果送我金刚浪，这是什么？金刚浪。Hello Ultraman， 林果送我金刚浪哎。我帮他们拍照，需要有人帮他们拍照。对，顶楼溜怕爆，我妈也是，我妈怕飞去海面的顶，什么极限运动啊？这什么极限运动，好可怕 ！Hello 夜风，我先学会怎么溜，再考虑极限运动的部分。后退一下，没问题，没问题。太美的真哇！狗狗抱抱，谢谢家居，这是谁？柴犬。谢谢家居，谢谢家居的狗狗爸爸，谢谢家居的狗狗爸爸，谢谢家居，竟然是狗狗抱抱，谢谢家居。因为太年轻，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是精灵住错了。那爱情真的很透明。我喜欢狗狗，我喜欢狗狗，也喜欢猫。哎，有红包！谢谢 Jessie 九九的红包，谢谢 Jessie 九九的红包。哎呦，我今天划红包又划的不好了，我今天划红包又不太好。哎，但我还是有抢到哎，谢谢红包。哎，酷伊是不是很可爱？我那现实状态超可爱。哎，红包我真的是。谢谢酒包，谢谢酒包，我今天红包划的不顺哦。太美的承诺。
因为家。哎，不是有台风要来了吗？谢谢福福妈的真情告白，谢谢福福妈真情告白。你喜欢巴西龟？漂流世界有介绍一种龟给你，它叫做猪鼻龟。你去查看猪鼻龟，你去查一下猪鼻龟的照片。Hello， 一晨，谢谢福福妈的真情告白。对啊，台风是不是很久没有台风来了？谢谢 Oco 的玫瑰，谢谢 Oco 的玫瑰，谢谢 Jessie 的。下个礼拜一四，下个礼拜不是一四，下个礼拜是一三。对，下个礼拜是一三。对，下个礼拜四刚好有工作，下个礼拜是一三哦。下礼拜是一三，台风闪开，真假台风闪开了。好，抱歉。下礼拜是一三。咦，要播什么歌？一样九点吗？哎，目前是还是想说一样九点，有点习惯了。可是之后的话要看之后的工作。对，礼拜三可以直播爬山。哎，好像是哎，我不知道哎，还不知道，要等他们通知是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快塞。羚羊，恭喜羚羊可以看木曜了。对，有工作，有工作。礼拜下礼拜是一四。你们想要变回十点吗？其实我是都可以啦，可是因为还是看，主要是看工作怎么样。啊，播这个。水我喜欢，是不是？那你们九点，你们有比较早睡觉吗？有吗？有比较早开始睡觉啊？我应该播豆花妹的版本。他可以欣赏，有他可以欣赏。睡？为啥？为啥比较晚睡？根本没在睡，漂流时间干嘛不睡觉？还是弄到很晚？其实也没有早，但是有时间做一点别的事情。你要早上五点？不不不不不不，那我自己决定就好。Hello， 史蒂芬，那我还是自己决定就好。早上五点谁起得来？是要一起听公鸡叫吗？是一起听鸟叫？听鸡叫？听鸟叫？一起看天亮。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为什么那么痛还敢拿胸口再挡 Ray 泪伤悲？我的心已经等你很多年，还是连到自己快湮灭，是无法解释矛盾的死结。说没察觉就是欺骗。是日出播，一起看日出，陪你看日出，是不是有这首歌啊？陪你看日出有这首歌吧？等一下查一下。啊，谢谢自作花，谢谢自的彩虹玫瑰花束。谢谢字送我花，谢谢字的彩虹玫瑰花束，好漂亮的花，谢谢字。最迷人的最危险，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为什么那么痛还敢拿胸口再挡 Ray 泪伤悲？你在我眼中真的很特别，可惜却不在我的梦里面。爱是无法解释矛盾的死结。谢谢瑞的香槟礼物啊！谢谢瑞开香槟。幸福的孤单着，困
慌乱心情翻滚着，继续担心的担心着，追星的痴心的做不了抉择，暗恋就好像越背越沉重的壳。刚好下班 QQ， 可是你刚好哦，刚好去上班哦，5:30下播，你这么早就去上班，这么早起床、哦、谢谢瑞龙的真情告白。哎，我什么时候去弄头发，我真的是不知道，可能是不是有点糟了，我的头发是不是受不了了，你们是不是受不了。你5:30出门跑步，你好健康。昨天谢谢 Kilo 的彩虹玫瑰花束，谢谢 Kilo 的彩虹玫瑰花束，谢谢 Kilo 送我花。勇哥加班加油，不是深剪的话，剪的话我自己剪就可以啦，我马上剪好不好。谢谢 Jessie 九九的真情告白音，颜色也还没决定好。昨天大家有说我胖吗？昨天你们看了节目就知道，你们去看，你们等节目出来就知道。现在剪可以啊，完全可以哦。不是啊，因为我头发长太长了啊。你们不觉得我头发长太长了吗？你们有感觉吗？头发太长了。对啊，变太长了，可以剪这么多吧，因为我本来是只到这边呢、啊。剪下来做假发不行啦，我剪下来没办法做假发，我的发质太差了。你们知道那个要做假发的发质要超好、欸、然后不能染不能烫什么的样子。对啊对啊，我原本很比较短的说还能做什么，不想自由过得艰难，却很轻松，爱被爱感动，一人修一根。那我会秃头啊，我秃头哎、欸！的期待耶！我看一下我的公司照多长。哎，对啊，我的公司照只到这里哎、欸，我公司照只到这哎、欸，大概这样子哎、欸，可以剪到这样哎、欸，有没有？我公司照只到这样，长这么长了，可以剪了，剪了，剪了。变好长哦，头发真的是一个长很快的东西。对啊，我都自己剪头发。我从来都不想自由。我是一刀剪吗？我一开始会一刀剪，对，可是我还是会修，我会修一点。这一开始我会先准备好这个要剪的长度，比如说我会设定我要剪到这，然后我就会先一刀剪过去，然后再修它。对，半个月哦，你半个月你头发长好快啊，半个月就剪了吧？哎，有红包，谢谢开心的红包，谢谢开心的红包。谢谢开心的红包 ，Hello Lucky Boy， 还有两斤柑橘，谢谢红包。嗯啊，没开粉丝团，哎，我是不是一直都没改这个规定啊？羊毛的剪修期是2-3个月，然后我跟羊差不多。Hello 两斤柑橘，我是不是应该要开那个？不知道哎，你们觉得呢？谢谢智的千变怪，谢谢智的千变怪。Hello 马蹄，清风和海是寂寞，
我是 Julia， Julia 真的很像某个真实存在的人呢。Julia， Hello Ken， Julia， 开心生日吗？大家抢不到，那还是留给你们各位胸膛们的福利。耶、yeah ！开心生日快乐！开心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我知道你这懒懒、懒懒曲艺、以轩他们全部都七月生日的样子，超厉害的！生日快乐，开心！谢谢开心的红包，谢谢开心的红包。开心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红包，反应太慢了，现在看到有红包，谢谢开心的红包。谢谢开心的红包，嘿嘿，开心生日快乐！开心有想听什么歌吗？谢谢开心的开心之王，谢谢开心的开心之王，谢谢开心，谢谢开心之王，开心之王，开心生日送我开心之吻，好棒哦！谢谢。开心开心有什么想听的歌吗？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办法唱。谢谢开心的开心之吻，开心主委，开心主委，谢谢开心，不如生日送火箭，开心生日然后开心送我火箭，哈哈哈，很好笑。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我帮你播那种幼童版的，不行啊，那个太洗脑。祝你生日快乐！你有听过那种奇怪版本的生日快乐歌？我看，祝你生日快乐！小小兵有唱生日快乐歌，小小兵有一个叫做生日快乐小小兵，哎，有一个搜寻，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小小兵生日快乐祝福。小小兵准备啊！小小兵要唱生日快乐歌。哎，怎么是这个？不是生日快乐歌吗？哎，怎么是这个版本？我要听小小兵唱歌啦！我不是要这个啦！等一下，我要听小小兵唱歌。等一下，什么歌啊？是这种小小兵没有唱，怎么是中文版的？怎么是中文版的、啊？出来的，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为什么这个搜寻会还是要打英文 ？Happy Birthday Minions， 我看一下，还是要打英文才有 Happy Birthday Minions Happy Birthday， 希望这个点开来真的是 Minion 唱。Hello， 不是，又不是，不要骗我，不要这样欺骗我的感情。你什么时候有没有小小兵唱的、啊？我要真的小小兵的声音。怎么感觉又被骗了？
感觉要被骗了啦。可恶！好了，算了，我们正常版好不好？好像没有，听不下去了，算了，来来来，真实版本的，等一下。那我们唱康康康乐队，你要听《快乐鸟日子》。刚刚好像有个人推荐《快乐鸟日子》，清唱。那你要，你们想要英文版还是中文版？哦 ，AKB 的，对啊 ，AKB 的《Happy Happy Birthday》，中英文和。Happy birthday 快乐 ，Happy birthday 快乐 ，Happy birthday 快乐 ，Happy birthday 快乐。中英混合啊，中英混合，这就是中英混合版本。你们不是要中英混合，还是你们要倒过来？祝你生日 to you。祝你生日 to you， 祝你生日 to you， 祝你生日 to you。好像另一个比较听得懂，这个第一个版本比较听得懂。对，开心的因为对啊，开心的好 happy，Happy birthday 快乐 ，Happy birthday 快乐。Happy birthday 快乐哦！你说一句中文，一句英文。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大家就接受这个版本。Happy birthday 快乐，以后大家想听。以后大家想听我唱生日快乐歌，我就会唱中英混合的 Happy Birthday 快乐。哦、oh, ，Happy Birthday 开心，不是啊？你说要中文版跟英文版，那中文版的唯一是祝你生日快乐，所以中文跟英文合在一起就是 Happy Birthday 快乐 ，Happy Birthday 快乐，你们懂吗？懂吗 ？Happy Birthday 快乐，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懂我的意思吗？谢谢大黑的玫瑰，你们懂我的 mix 的那个吗？我的 mix 的那个逻辑。谢谢中影的直播的守护灵，谢谢中影的直播守护灵，每次直播都要唱，没关系啊，唱生日快乐歌还不错啊，有一种分享幸福的感觉。对，懂，你们懂。谢谢 Jesse 九九的真情告白，你们懂就好，你们懂我的逻辑哈。谢谢齐威的真情告白，果然胸膛都跟我有心电感应，那就快乐跟 happy 重复哈。谢谢天主主叉叉的扁豆侠，扁豆侠，那就只能另一个啦，那就只能 happy birthday， 哎不对。只能祝你生日 to you， 哎，怎么唱歌很怪啊？祝你生日 to you， 好，普通版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happy， yeah。
定一直变，设定一直变也是一种设定。谢谢阳光狗的掌声鼓励，原来开心只想要最普通的版本。谢谢天主主测测的魔法棒，谢谢 Gig 的掌声鼓励，谢谢 Himeji 的掌声鼓励，谢谢 Himeji 的掌声鼓励，谢谢开心，谢谢 Rock 的掌声鼓励，谢谢瑞朗的掌声鼓励，谢谢 Rock 的掌声鼓励，谢谢开心发红包，谢谢开心，开心发红包，谢谢开心的红包，祝你吃到2366回。吃到2360回。哇，这个也太难唱了吧，这首歌。谢谢 Neil 的真情告白，谢谢 Neil 的真情告白，谢谢 Neil 的真情告白，谢谢开心的红包，谢谢开心的红包。日文版的生日快乐歌，哎，日文版没有生日快乐歌。那个，我问阿贝桑，阿贝桑，我问阿贝桑，你们日本人唱生日都唱什么什么什么生日快乐歌？他们都唱英文版啊，他们没有生日快乐，他们的那一种版本，他们也不太会唱。我来帮日文版编一个好了。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誕生日おめでとう。誕生日おめでとう，誕生日おめでとう，誕生日，不对不对，要拉长音，誕生日おめでとう，对，就只能这样子，对，日文版就只能这样。Hello 陈，日文日本腔的英文生日歌，那就是 Happy Birthday， 等下怎么唱 ？Happy Birthday。Do you happy birthday? D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Happy birthday. Do you? 日文版日文音日文哎怎么讲？日式发音的 Happy birthday. Do you?嘟，日本人土念嘟吗？好像也不是啊，我自己的那个，我自己的想象。Happy birthday， 没有啊，那就唱。但生日时要粤语，粤语的要怎么唱啊？生日快乐，哎，不是，那是台语。生日快乐的粤语怎么说啊？生日祝卡哈密达，生日祝卡哈密达，这是韩文。生日祝卡哈密达，哎哎，不是，不知道怎么唱。小问小迪怎么唱，改天问一下小迪怎么唱。生日快乐哦，是不是这样子？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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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吗？生日快乐，小晴还在。问小晴，小晴在开播，可是我要下播嘞，还是这样会不会打扰到小晴啊 ？Hello， 小晴要怎么连播？这样会不会打扰到小晴？小晴在干嘛？韩寒会唱这那个吗？等一下，怎么？谢谢土司的真情告白，谢谢土司的真情告白。现场call怎么按连播啊？我看一下啊，要怎么按连播哦？连播 PK 吗？我有点忘记怎么用连播 PK。好友连麦，刘小晴。哎，我是不是按错了 PK？ 我是不是按错了？我是按错了吗？应该没有。哎，刘小姐，没有啦。这里是嗨。这里是 call out， 请问那个这里是 call out， 我在 call out 你求救。哎，请问生日快乐歌的粤语要怎么唱？祝你生日快乐。吗？祝你什么？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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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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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生日好祝你生日快乐呀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哦，祝你生日快乐！是这样吗？
有点像收到生日快乐歌的人，对，是这样没错。预备预备，我跟你说，你既然生日，我就唱粤语版的给你听。真的假的？真的，如果我还记得怎么唱的话，我就我录一定不记得语音。我现在我会记得，我会记得。九黎，我怎么？我先想一下怎么记，我就可以记起来。我会想一个口诀把它记起来。对，好，你今年生日礼物就是粤语版的生日快乐歌，太少了。你们很棒，超棒的哦，超棒的！我好好感动哦。好，没事，我要结束了。好，你要结束了、哦，拜拜。我还在十五分钟，我在八分钟。好好笑啊！笑什么？好，那我现在他们都说你不会记得住哎、欸。我会，我现在还记得啊，九里山呀 ，Fine 咯。对，已经困已经完。不是吗？山呀山呀，九里山呀 ，Fine 咯。好，你等下可以写笔记。好，我等下写笔记。好啦好啦，对不起，乱录你直播。OK， 我先走了。好了好了，好，拜拜。哎，怎么按结束啊？哦，按叉叉。好，拜拜，拜拜。嗨，大家。没错，结束了。我再复习一次。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哦，祝你生日快乐，是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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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生日嘛，祝你嘛，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是不是？记得了吧？谢谢福福妈的掌声鼓励，我等一下会写完笔记。谢谢福福妈的掌声鼓励，谢谢 Eric 的掌声鼓励，谢谢天主主持的掌声鼓励，谢谢 Eric 的掌声鼓励。我会写笔记，谢谢。可是我觉得我忘记的几率蛮大，真的。谢谢，拜拜。谢谢阿顺的看到你哦，谢谢阳光的掌声鼓励，谢谢土司土司的掌声鼓励，谢谢奇威的掌声鼓励，谢谢 Rock 的掌声鼓励。Hello， 秀仔。谢谢默默的掌声鼓励，谢谢 Jessie 九九掌声鼓励，谢谢益生菌掌声鼓励，谢谢 Guru 零五六的掌声鼓励，谢谢柠檬的掌声鼓励。祝你生日快乐，可以啊，可以啊，我可以唱给你听，没问题。就三亚嘛，我现在只要记得三亚，三亚。谢谢果冻九号的爱心小蛋糕，谢谢果冻九号的爱心小蛋糕。Hello Tammy Chen， 好，晚点。念排名了，等一下要播歌一下，太安静了。甲醛会持续污染家中 ，Dyson 全新空气清净机能侦测及持续消。祝你生日快乐，念排名。你生日十二月，我会努力记得的。我会努力记得。好，我先念排名哦。第二十名是福福猫，十九名是 Day， 十八名是 Neil， 十七名是吐司吐司，十二名是有哥，十五名是果冻九号，十四名是钟莹，十三名是民国，十二名是博成，第十一名是。天主主车车，第十名是 Ray， 第九名是 Gek， 第八名是益生菌，第七名是洛克，第六名是 Jesse 九九，第五名是 Sam， 第四名是家居，第三名是 Killer， 谢谢 Killer， 第二名是智，谢谢智，第一名是开心，谢谢开心，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谢谢樱桃猫的幸运四叶草。你就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不要伤怀，啦啦啦，轻轻摇摆，啦啦啦啦，轻轻摇摆，晚安羚羊，晚安。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下礼拜一见，晚安博成，晚安小梁。过乐过熟的金苹果，熟苹果乐园，
晚安博成，晚安七七八八，晚安 Kilo， 晚安博弈，晚安 Jack， 晚安俊，晚安秘书，晚安泪，晚安家居，晚安玲，晚安开心，晚安 Neil， 晚安世界课本，晚安人好，晚安童猫，晚安楼三生，祝你生日快乐，楼哦快乐。我懂了，谢谢小叶，晚安，钟颖晚安，贝晚安，天主哥晚安，阳光晚安，拉奇晚安，古早古早晚安，果冻晚安，大黑晚安，跟着这邀请函，走出角落的黑暗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钟颖拜拜，谢谢舅舅晚安，阳光晚安，小黑黑晚安，玉晚安，博成拜拜。飞镖晚安，沃克晚拜拜，羚羊拜拜，谢谢谢谢，吐司吐司晚安，漂亮时间晚安。你下播想跟小晴做什么？我会跟他说对不起，刚刚乱录了你的直播，我会先跟他说 sorry。晚安土豆，然后再问他，哎，你确定是这样念吗？杨雄晚安，克里斯晚安，然后到屏东晚安，博晨拜拜，谢谢洛克洛克晚安，瑞龙晚安，家居拜拜，大卫仔拜拜音。晚安 ，Oco， 微雨晚安，杨公公晚安，齐卫晚安，默默拜拜，银钟一下周一见，大剑晚安，上汉拜拜，林果晚安，微尘晚安，谢谢杨公公的玫瑰哦，谢谢杨总续费三个月，谢谢杨总续费三个月，看时间想下播哪有啊，我哪有看时间想下播，我是怕我现在人家下播，然后我还去打扰他，让他加班，我是怕这样子。拜拜，豪熊，拜拜，七七八八，开心，拜拜，谢谢大黑的玫瑰，益生菌晚安，社区门口种的柑橘晚安，小猪耳朵晚安，博晨晚安，加蛋拜拜，恭喜吐司吐司升到二级，谢谢吐司吐司续费一个月，恭喜吐司吐司升级，小猪耳朵晚安，加蛋拜拜，柠檬拜拜，啦啦啦啦。尽情摇摆，解谜游戏叫 AE Mysteries。Justin 拜拜，羚羊拜拜 ，Oco 拜拜，博晨晚安，兔仔晚安，记得放影片上 IGTV。我在思考思考思考一下下 ，L 拜拜，喂鱼晚安，萨瓦迪萨瓦迪卡卡布卡，你们都要想看是不是？微雨晚安，你们这么想看，这么想看，天天拜拜，天主持车车拜拜，小光拜拜 ，Frank 晚安，等一下去洗澡，好哟，博晨，福福猫，恭喜福福猫升到二级，恭喜福福猫续费三个月，谢谢福福猫续费三个月，谢谢福福猫续费三个月，大家都想看，欢迎再次拜拜，哦对，要宣传一下居家投票。希望大家有会员的话可以投票给我哦，让我成为你的居家女友吧，到8月25号之前都可以投票，现在没有会员也没关系，现在申请都来得及哦。好哟，谢谢博晨，投票投起来，秘书晚安，宣传快餐影片，怎么是宣传快餐影片，餐车我差一关，没事啊，你就破起来等啊，没有会员，没有会员，就现在办起来，没错。心情整天嗨起来，咪呀，北极熊拜拜，一姐拜拜，礼拜二有收到会员，耶、yeah! ！谢谢天主鼠车车。大家如果那个会员，大家如果还没办的话，可以去办一下会员。晚安，博成，林果也在期待快杀影片。林果也在期待，嘉龙拜拜，博成拜拜。哦哦哦，那个哭戏我演得很棒，情绪很到位，是不是？谢谢益生菌的玫瑰，袁公公晚安。既然快餐影片的敲碗率这么高吗？快餐影片怎么敲碗率这么高 ？Hello 晚安。哦哦哦哦哦哦，哎，这首歌好。好像什么直棒会放的歌、哦。晚安 ，Oco， 谢谢瑞龙的玫瑰，谢瑞龙的玫瑰。晚安，袁凯。嗯。
谢大黑的魔法棒。对啊，我等一下洗的，快点表情来行动。又仔拜拜。第二、第三、第四，快三那么都一样，那个大家不会看腻吗？只宣传一次，没有啦，我是想说，因为我也没什么照片啦，没事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买起来了吧，对吧？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对啊，是不是？大家肯定都买起来了，对不对？而且我今天看到超多人在宣传这个压线时间到，然后我想说，嗯，那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压线时间到了，我应该就不用提醒大家了。对，会买的一定会买的。对啊，大家应该都买了吧？大家不当这次不能压线了。对，现在。不能压线，国小毕业歌，大家疯狂宣传。我不业配压线文，对，我是不业配压线文，我是没那个习惯。对啊，业配还是有必要，我有业配啦，我这种理想之高，我也要发个业配。那我唯业配，已经来不及了。有人这样吗？过了才业配。那我八月再开始。进行八月，我在修正滚动式修正这个政策，我以后会进行压线业配，对，宣传没分别，过了就是笑你没买到，笑你没买到，笑你们没买到，哦，给福利，我去找找看我有没有库存，对，我滚动式修正好不好？我礼拜不是礼拜，八月开始滚动式修正。我会宣传压线宣传，对对对，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现在红色的蜻蜓。对，是滚动式修正，不是校正回归，校正回归。不会啊，我觉得大家建议不错啊。我本来是想说，你们会不会疲乏？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提醒那个压线时间到了，这样子会不会疲乏？对不对？他们啊，对，我知道了，我知道看到这个哦，我知道今天压线时间到了。下一个，哎，今天压线时间到了，下一个，对，今天压线时间到了，大概很多次这样子，校正回归没有，我这是滚动式宣传，对，有人宣传一次就多买一包，谁？怎么可能会疲乏？你们施压习惯，我果然是太体贴你们了。对，滚动式修正。好、哦，下个月把滴滴滴滴滴滴，我忘记怎么发音了。滴滴，下个月把滴滴们一网打尽。对对对，我没忘啊，我怎么可能忘？22号啊，施压式宣传。下个月把弟弟们一网打尽。哦，欢迎，真是有压线到，你看很棒，有压线买到。弟弟是小弟，弟弟还是弟弟啊？我没有玩到忘了时间 ，no， 我今天没有，我今天还好，我今天没有一直玩游戏。为什么是声？我不知道怎么发啊，弟弟。弟弟，我觉得弟弟比较可爱耶，就叫你们弟弟好了。接下来把弟弟们一网打尽。对，弟弟，喜欢施压了吗？对啦，大家是喜欢施压啦。但是，对啊，哎，瞬间变年轻，你们这些弟弟们，你可以不要喜欢施压，对不对？大家，好，滚动式修正，傲娇。好的姐，不客气，弟弟们，不客气，你们这些弟弟们，八月滚动式修正，谢谢，好，大家拜拜，我是姐姐啊，我这么老，当然是姐姐，你们瞬间变年轻了，滴滴。
各位弟弟们要注意不要误删照片，跟李梦纯一样，超好笑，跟李梦纯一样。晚安杨雄，晚安大家，拜拜。晚安，拜拜。福福猫，拜拜，拜拜。施压一人一只火箭，要施多大的压力才会成功？灰打，拜拜。威宇，拜拜。博弈，拜拜。家具，拜拜。小黑，拜拜。林果，拜拜。戴水小小，拜拜。博成，拜拜。大卫仔，晚安。瑞荣，拜拜。飞镖，拜拜。益生菌，拜拜。Jesse 九九，拜拜。Frank， 拜拜。Oko， 拜拜。樱桃猫，拜拜。智，拜拜。Kevin， 拜拜。拜拜默默，拜拜俊颖，拜拜方伟，拜拜吐司吐司，拜拜羚羊，拜拜天主神，拜拜 Eric， 拜拜奇威，拜拜杨公公，各位弟弟们，拜拜。洛克，谢洛克的真情告白，谢洛克的真情告白。拜拜波城，第二轮拜拜。哎，对啊，为什么我刚不是拜拜过吗？刚不是拜拜过吗？欢迎拜拜，好，大家拜拜。姐姐去，姐姐下播了，拜拜。袁凯，拜拜，拜拜。对啊，突然电乱，这段刚刚已经演过了。拜拜大家，礼拜一见，拜拜，拜拜，拜拜。